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你现在没有看到我的人，因为我在华山拍东西。我现在才要告诉大家，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排这么多人？他们在排什么呢？他们在排伊藤润二的特展。我带大家走一下好了，你看有多长？大概可以走到一种天荒地老，因为我刚看到真的是吓一跳，因为不止前面到底了，还要再绕圈，有够久。到这里还没有到底，因为有一条路中间空一下，拉回来，有没有？买票的地方，价钱来看一下。全票是250，优待票180。身心障碍的朋友呢，可以持障碍手册是可以免费入场。好，继续拍。还没哦，还没哦，没有，这样也还没入场啊，还要再绕进去，有没有看到？走到继续，来到一种天荒地老，排这么久我真的会怕，可是我也蛮想看的啦，真的。之前有机会，可是我没有来。从这里，好赞哦！另外一边也要排。你看这样要排多久？要不要排2个小时？不止吧。好啦，下次有什么有趣的，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喽。我现在是在华山，小光跟你说声拜。对，拜拜。